吃龙虾了，大的吃了鱼痛风，鱼吃小龙虾。吃饱了，剩下的那龙虾锁起来。你最快速度到达 A 出口。收到。蜗牛准备吃大龙虾。妈，你不是去喂猪了吗？
小子，是不是你？妈，来的正好，这是我特意从长沙带回来的名菜小炒黄牛肉快尝尝。这不是出院了吗？排了很久，对吧？四个多小时了，毕竟是长沙湘菜排队王，刘一博一把都吃过。
知乎了，说快乐的番薯只属原烤奶，只要8块钱。支付宝搜一下，好多优惠。哎呦我的妈！